今天这一切不都是你一手策划的吗？我很珍惜眼前的幸福。原来这就是你所谓的最倾城的真心啊！好戏开始。他是梁永平的孙女，我只是把事实挖掘出来。你把我们全家耍得团团转，还故意欺骗记者的感情啊！记者，我永远都不想看到你这个骗子。哦，林总，他救了你的海王。三立都会台30频道，周一至周五晚上8点，《鬼之执行长》Evanor 实时做。